林台山建德寺地母庙，一边山羊开泰，啊，这边五母，一间建德寺，一间地母庙，一个一间。好，行起来，建德寺拜拜。奉祖母、瑶池皇母、地母、皇母。这去有地藏王殿甲财神爷。嗯，有环保金母。这尊中，这尊是地母。好，入殿参观。这边观音，哈、哦，在咧看的观音吗？应该是观音吧，应该是观音啊，好像观空什么的，音什么的。这尊是祝生娘娘，祝生娘娘。生意啊。这边文昌殿。你客气，我都要拜托。现在清醒。嗯。文昌刚出来。嗯，雍正刚是官升帝君嘛？那是官升帝君。有啊，要写你要看。官升帝君啊，中这尊啊，迄看就知影，好无？他左边是司命。司命真君。我讲后边，后边啥尊？迄我都唔知影。啊，左边这尊无写。啊，中这尊我嘛唔知，右边这是迄种，系啊，啊右边这是上帝阿公嘛，右边是上帝阿公啊。啊，这个是洞宾吧？嗯。啊，右边这头前这尊嘛是上帝阿公。也见。啊，伊头前迄嘛是啊。这是这阵的这边拢特地讲，啊，这阵是啥？南极仙翁。南极仙翁啊，我唔知。月下老人啊，要不下月下老人。哦。边啊，月下老人啊。哦，月下老人。玉溪老人边啊，嘛有迄种济公师傅啊，弥勒啊，搁甲上帝阿公，哦，好，出来。五母总殿，五母总殿。地母，那是地母、金母加迄个王母，还有佛母。这边佛母。啊，这边是地，这边这是地母啊。地母甲皇母甲迄个地母甲子母甲皇母嘛。哦。抬头啊，应该是骊山老母，这也怪应该是骊山老母。嗯，我想嘛是。
啊，一边这是观音哦。是啊，这个九天玄女啊。哦，九天玄女，我讲右边还有一尊观音啦、啊，还是九天玄女。五母总殿，中一尊是地母嘛，啊，左边、右边是一个金母、跟王母，啊，头前这尊也乖啊，这应该是骊山老母，啊，左边这佛尘之类，佛尘，嘿，佛尘那是，日月殿，请由楼梯上二楼。呵，日月殿，二楼看嘛。你来开始。玉皇大帝，啊，这边是太阳星君，天父，无极天父，天父，太阳星君，这天和教主。无极天父，中一尊无极天父，天和教主，太阳星君，这边够啊，多还边是日，这边是月啊。月华真辉。月华真辉，啊，多遐嘞。这边是日光普照。多啊，遐是日光普照啊，这是月华真辉。这是最大的。这边是红军老祖。混元老祖是三军的多少？红棍老祖，啊，这边是混元老祖，这三尊算三清道祖嘛是？哦，这边是月娘师尊，月娘师尊。红军老祖，红军老祖甲混元老祖拢听过啊。月娘慈尊，茶，红军老祖是盘古的师傅，原始。原始天尊的师傅，原始天尊就是盘古啊，盘古开天地啊，嗯，叫太乙真人啊，太乙真人嘛，听听啊，嗯，就是红军老祖啊，系啊，啊混元老祖，三清道祖就是原始天尊、太上老君跟通天教主，三尊就是三清道祖，住喺地球内底唔少。好，行出来。